记忆的双击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大家都知道啊，疫情期间呢，最难买的啊就是口罩。那我刚才这头呢，点开一家这个线上超市啊，他用这个口罩啊引流刺激消费啊，非常聪明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呢是线上超市的首页啊，他把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放在中间了，就是口罩防疫专区啊。咱们点开，点开之后呢，置顶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就是一次性口罩啊，10至23，而且它写着每日限购一件啊。这种限购的方式呢，会迅速啊激起人的购买欲望，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才限购。果不其然，我过了10分钟后再点开这个口罩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了，写着已售罄。而且它这块呢，提交订单的话呢，还是有要求的，必须满99元才能提交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家线上超市啊，真的特别的智慧啊。因为现在呢，口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啊，所以说呢，他用这个口罩啊，然后来这个引流刺激消费啊，而且再用限购的方式啊，让人这个马上购买啊，并且提交订单的时候有这个消费底线啊，就是得满99啊。其实我给大家翻译过来呢，就是你想买我的口罩，第一，每天最多只能买一次，而且抢完为止，你要马上买。而且呢，你不光要买口罩，而且还有最低消费要满99才能给你送过来。这个呢，就是这家超市的高明之处啊。他呢，利用口罩在短时间内啊，迅速刺激了这个一批人的消费啊。等我过了一会儿再点开的时候，他口罩已经显示售罄了啊，那证明有很多人已经下单了。好，那朋友们，那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家线上超市特别的智慧呢？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，就到此为止。